打 King's Court。包子还是，要么还是包子吧，包子效果挺好的，上次还没吃腻了。对，再来一次我觉得问题不大，然后下回再搞什么肯德基。那我一会儿打电话就还是60的包子，好，量也还挺正常的。对，量也挺正好的，上回对吧？包子还是比炸鸡什么的要好一点，我觉得。